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棒棒棒。这里个青石台跟外台中间的一个五楼的房子的，外观挺好的房子。这一个一个看一下，朝南，就是阳台，卫生间里面有窗口，还有马桶、洗脸台。卫生间不错的，大，然后房子这样看啊，窗朝南的，阳光很好的朝南。现在早上10点，朝还有衣柜、书桌，还有一个书桌，那个电暖，哇，阳光挺好啊，就阳光很好的。这屋上面肯定也好，还有这里个冰箱，哦，没有微波炉，这里有水池、水压，无那个水压，水压可以，还有电磁炉灶、洗衣机，还有房子是这样，进去进来的门，密码锁当然有，这个有一个鞋柜，鞋柜很大，鞋柜，空调才这里空调，这个有阳台，真真真，小阳台，阳台也是啊。有它，哇，房子也挺独特的房子。门这样进来的路也很好，还有这么大的阳光，房子很大呢。阳光，这可看到了吗？这挺好，这我是金公公。